我走了啊。再来一下。打牌？你去打牌啊？昨天不是刚刚打过，你今天要去打了？哎呀，老李，别叫我去打牌。什么老李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不要去打。打个牌怎么了？你该今天出去的。你今天出去你就不要回来。哎哎哎，我说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哎，我打个牌又怎么样了？你天天打牌的，你要去打你去打去，你去打了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怕你了。我怕你？这个家是谁的？我的。你不是我的吗？你要出去我就跟你离婚。不过就不过。我跟你，你敢出去吗？就跟你离婚的。哎哎哎，没法过的跟你。没法跟你。有这种人吗？哪有这种人呢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我在外面啊，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在吵了，好一点，家和万事兴。就是啊，老叔啊，我这个人算了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什么好了你？有句话叫“篱笆拦得紧，野狗钻不进”，对不对？啊，哪有这种人呢？是不是？这种男人从来没看到过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啊，你别说，你怎么了？哎哎哎，另外，陈师母，我跟你说，饶胜这个人不错的，哎。在我们单位里啊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人，就是工作非常好啊。别的不说吧，这个家到的钱都是他赚进来的。就是说，我是一分钱都每分钱都搬回来。你这赚多少钱了？哎，去年年终奖他是单位里最高的，他是年终奖10万块，到底拿来交给你的，是不是啦？啊，多少？啊，你搞什么？多少？10万了，10万了。哎哎哎，年终奖多少？10万啊！他就给了我3000。你这10万到哪里去了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你10万到哪里去了？你我的年终奖就一万，他10万他那他投资，对对对，投资了，你投资了，投资了，投资了，搞什么投资啊？他给你在外面养女人，养了17、18个了哟！哎，给我说清楚，是不是在外面养女人？别乱说了，这个我了解，你不能乱说的，什么17、18个没有的，就是了，上次就是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一个很长时间了，就那个阿晴嘛，是不是好多年了？不要说的，不要说，不要说了，是吧？你也知道的，是不是？阿晴，老，你们在外面干？老周，你就那个阿晴，你在那说啥呢？你说你跟阿晴没有事情的呀？你我每次问你，我老早就感觉你们不对。老周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你啊？陈师傅，你跟我说，他跟阿晴处理得非常好，有没有到你家里来吵过？没有哎，他不给他们临平房子都弄好了，让在外面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还给阿晴买房子呢？啊，他这个就是男人会犯的这种错误，但是他不乱来的，就这么一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房子都买好了，房子买好了，因为他跟阿晴有个儿子嘛，这个儿子他都要管了，对不对？他是爸爸，你说对不对了啊？哎，老师，你不但跟阿七有关系，你连儿子都是好。哎，我不活了，我拼命了，我掐死你！我就是为打麻将，你弄出这么多事情，我掐死你，老师，我掐死你，家和万事兴，我掐死你。